我叫小念，因为从小体弱多病被父母抛弃，所以被送来了孤儿院。这个孤儿院非常虐待孤儿，所以我准备今晚逃出去。算了，该吃饭了。孩子们，今天我们又迎来了一位孩子，我叫小白，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，后面还有个空位，你就坐那吧。好的。 OS 又来了一位受苦的，我叫小念，以后请多的关照。好的，小念。孩子们，这是你们今天的饭。好难吃，孤儿院不应该都很好吗？那你就想多了，吃完了去打扫一下院子。这家孤儿院很虐待儿童，我很早就想逃出去了。那你可以带上我一起走吗？当然可以，今晚我就去偷钥匙。终于扫完了，去上楼睡觉吧。等他们都睡觉了，我们就去偷。好的。现在去偷吧，小心一点，动静别太大。 OK。太好了，偷到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我们终于逃出来了。对呀，我们去找个房子住吧。好的，看看能不能找个便宜的房子。哎，小姑娘，你买房子吗？当然买，你有什么房子吗？我着急出差，这个房子我打八折给你了。太好了，我肯定买。对呀，那麻烦你带我们进去参观一下，看看怎么样。好的，我带你们去。哇，好大呀，去看看二楼也很好。这个卧室好大。那是当然，我们给你钱。好了，这些已经够了，那没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好的，你慢走。好困啊，先睡觉吧。好的。别睡了，我们去整容吧，别被他们发现了。好的。赶紧走吧。好，这里就是了，进去吧。请问在哪整容？在三楼第二间。谢谢了。进去吧。请躺下。好的。整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好的。
心眼，先别起来吧。看来他们是真的听话了。算了，我先睡觉吧。姐妹，你也太靠谱了吧，果然他还是不怎么相信我们。那当然，算了，不说了，赶紧去找钥匙，我们赶紧逃走吧。看这里有没有。我找到钥匙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好的，我们赶紧逃走，去警察局报警吧。终于到了，赶紧进去报警吧。好的，我们马上出警。